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网络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很高兴今天晚上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一起来敬拜神，赞美神。每一次我们一起敬拜赞美，我们的心就充满了欢喜。所以今天晚上你高兴吗？你的心快乐吗？不管今天你带着什么样的忧愁烦恼，好不好，都先把它放在一边。今天晚上只有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来赞美神，因着神的救恩，我们要大大的快乐。诗人告诉我们，我们要举起救恩的杯来称扬神奇妙的作为。晚上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的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他是伟大的神，他是奇妙的神，因为哪里有敬拜，哪里有赞美，哪里就带来神的同在。所以今天晚上求神这样子帮助我们，火热我们的心，求神把一个属天的信心赐给我们。晚上不论你带着任何需要，我们可以相信，当我们在这里敬拜赞美祷告的时候，神迹必然降临。因为我们的神他是用以色列百姓的赞美为他的宝座，所以晚上当我们在这里赞美神的时候，神的宝座、神的同在、神的能力就在我们中间。所以晚上你要有信心，神是你的盼望，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就是这样仰望神，仰望神。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更多的看见你。主啊，求你开我的耳朵，让我更多的听见你。主啊，求你打开我的心，让我更多的爱慕你。主啊，今天晚上只有一件事，主啊，就是要火热的来追求你，火热的来爱你，直到我们的全人都被圣灵所充满。所以今天晚上好不好，就是这样，我们毫无保留的，我们带着我们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晚上神要眷顾你，可是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要先来赞美神。当我们大大的赞美神，你所祷告的神要赐给你，你所没有祷告的神也要赐给你。所以我们唱这首《活着为要敬拜你》之后，我们要自由的来赞美神、尊荣神、感谢神。 Amen。 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你容美彰显，吸引我心。开我的耳朵，让我听见你，每句话都让我更爱你。活着为要敬拜你，活着为要全心来伏在你荣耀中，你的荣美无人能及。活着为要敬拜你，活着为要全心来爱你，永远住在你眼中，喜在今在永在的主，我爱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你柔美彰显，吸引我心。开我的耳朵，让我听见你，每句话都让我更爱你。活
这位有奇迹，我这位要全心来爱你，匍匐在你荣耀中，你的荣美无人能及。我这位要奇迹，我这位要全心来爱你，永远住在你殿中，喜在精彩永在的主，我爱你。从头再来唱一遍好不好？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你容美彰显，吸引我心。开我的耳朵，让我听见你，每句话都让我更中，喜在精彩永在的主，爱你，哦，我爱你，我全心敬拜你，日夜不停歌唱。
主你何等伟大，主你何等伟大，主我要来赞美你，哦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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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来到我最喜乐的神面前，我要抖下身上的尘土，我要起来赞美你，我要扬声来赞美你，哦西格里亚拉巴西格亚拉巴西格里亚拉，哦西格里亚拉巴西格里亚达拉拉巴森达勒。Like you, la basiria, la baserele, coso papa chale, coso cochaia la sete, la cafisa balabashiria, la basiria, la basiria, la base, Julie heard the waiter, Julie heard the waiter, we are tamini, we are tamini, we are tamini.心要时刻力求能够赞美你，哦主啊，赞美你的话要藏在我的心里。哦呀啦巴西格里呀啦巴西格里呀啦巴塞，哦耶稣，耶稣，你是奇妙的耶稣，你彰显你的能力，你彰显你的能力。哦巴西格里呀啦巴西格里呀呀。哦耶稣基督那把赛给我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要赞美你，我一生一世要赞美你，一生一世要尊荣你的名，那个色雷耶勒，那个色雷耶勒，来开西亚那西亚那首歌。亲爱的耶稣，我亲爱的耶稣，我亲爱的耶稣，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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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色可西格里亚拉巴，格里色法沙拉拉巴西格里亚伊勒，我亲爱的耶稣。亲爱的耶稣，主我要来赞美你，我要来敬拜你。我要拉玛萨玛拉巴亚巴拉巴塞克，你是奇妙的耶稣，你是伟大的耶稣。拉卡佛萨克拉玛塞，哦耶稣，求你不赦我们颜面，主啊开我的眼睛。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让我看见你，让我看见你的恩典，让我看见你的心事，让我看见你的荣耀。主开我的耳朵，主开我的耳朵，我要听见你，我要听见你那温柔的声音，我要听见你的话语，我要听见你的引导。耶稣呀，那索克西里亚达拉拉玛塞，主我要来赞美你。Life is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伟大的仆人穆安德烈，他曾经这样说：“他说，我们亲近神的每一分钟，神都在做工。”弟兄姐妹，说的是我们亲近神，我们祷告神，不管你有没有感觉，神都在做工。所以我们要信靠神。今天晚上，不管你带着什么样的需要，特别是身体的病痛，好不好？你可以把它写在旁边的聊天室，我们会为你祷告。有祷告同工，我们散居在各地的这些我们亲爱的网络家人朋友们，我们也要同心合意的祷告，因为同心之处就是能力之处。我们要信靠神的话语，不论你的疾病，不论医生的诊断说的是什么，不论你觉得有多么的不可能，你都要相信神的话。主曾经告诉我们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我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Amen。 神要医治我们，所以今天晚上让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我们是神的子民，所以我们自卑祷告，寻求主的面，神要从天上来垂听我们的祷告，要拒绝那个不可能的思想。弟兄姐妹，不论你在哪里，要拒绝那个不可能的思想。你要拥抱盼望，拥抱盼望，神在我们里面，神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要相信，虽然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时间点是我得医治的时刻，可是我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祷告，祷告，直到主的应许成就。所以今天晚上好不好，用信心来到主的面前，神要医治我们，神要医治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告诉我们，你的光要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的发明。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医治可以速速的临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晚上好吧，这个时候让我们同心合意，为着我们身体有病痛有软弱的弟兄姐妹，主啊，主，我们来祷告神的医治，我们呼求神。哈利路亚，这是一个医治祷告的聚会，这是一个医治祷告的聚会。我们就是这样相信神，呼求神来医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求你医治我们，主啊，我们就痊愈，拯救我们，我们就得救。主啊，因为你是我们所赞美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应许，你说有病的你必医治。哦呀，巴巴巴巴巴巴拉嘎巴尤嘎巴巴拉嘎巴西里亚拉巴巴巴拉嘎巴尤嘎巴西里亚勒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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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嘎巴西里亚勒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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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哦呀，嘎巴巴巴巴巴巴巴，不要灰心，不要灰心，继续的仰望神。我们继续的来信靠神，卡巴西里亚拉玛西勒，阿苏库西里亚的主要赦免你的罪。他要医治你的病。哈利路亚，因为你专心的爱神，所以神就要搭救你。哈利路亚，苏亚拉巴塞内，来基萨巴拉巴亚巴拉巴塞给，那个苏里亚拉，来基斯拉巴西格里亚拉巴塞内。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就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我们就是这样全心的祷告，主，我们就是这样全心的相信。主，为着我们网络上的家人朋友们，主，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全然的相信。主啊，
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奉耶稣的名，主，你要发命来医治，因为你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神。哦，主啊，主啊，那个医治，哦，主啊，要临到远处的弟兄姐妹，要临到近处的弟兄姐妹。哦，主，我们就是祷告，就是相信，因你受的鞭伤，主啊，我们要得到完全的医治，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宣告，在耶稣里面我得到健康，在耶稣基督里面，主，我得到医治。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主，我们要斥责，斥责一切的癌细胞都要离开，一切的肿瘤都要消失。我奉主的名来相信，哈利路亚，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哈利路亚，一切心血管的疾病要得医治。哈利路亚，一切肠胃的毛病要得医治。哦，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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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顾念，你看见我们的软弱，你看见我们的无助，我们的害怕。可是神啊，神啊，神啊，我们就是呼求，呼求你的怜悯。哦，主啊，呼求你的怜悯在你儿女的身上。哦，主啊，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主啊，在人是不能，可是在神凡事都能。主啊，有何神像你，有何神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主啊，你要施行伟大奇妙的作为在你儿女的身上，因此我们宣告，那个癌症要得医治，癌症要得医治。主啊，主啊，主啊，那肝胆肠胃的问题，主啊，那先天性的问题，主啊，主啊，我们赞美，那脊椎侧弯的问题，我奉主的名来宣告，宣告主的医治。哈利路亚，那个肺部的癌症，主啊，还有肝部肝上面那些肿瘤，奉耶稣的名来宣告。哦，主啊，你要来医治。哈利路亚，那个头部那个脑部的那个血管瘤，奉主的名也宣告。哦，主啊，你要来医治，医治你的儿女。主啊，你看见他们所写的，你看见，求你睁眼而看，求你侧耳而听。神啊，神啊，神啊，求你顾念你百姓的需要。哦，主啊，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刚强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你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哦，主啊，主啊，我们要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不是独自一个人面对这事，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主，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主，在我们敌人面前，主，你为我们摆设筵席。主，你用油膏了我们的头，那是一个医治的膏油。主啊，是一个医治的膏油。主啊，这个时刻就用医治的膏油，主啊，来涂抹你儿女身上的软弱。主，用你医治的膏油来涂抹，哈利路亚，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胞。我奉耶稣的名，我奉耶稣的名来宣告，主啊，用你的膏油，膏油来涂抹。主啊，叫你的儿女要平安，哦，你儿女的儿女要平安。Hallelujah, Syria lava, Syria lava, Shana lala, Yakaba, Shana lala, Yakaba, say, Oh, C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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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 and the Shem.全能的神，至高的主，主啊，为耶和华坐着为王。哦，主啊，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主，我们赞美你，当洪水泛滥的时候，主啊，你坐着为王。哈利路亚，主，你要赐力量给你的百姓，主，你要赐平安给你的百姓。我们就是这样来呼求，主啊，主啊，为着你的儿女，我们迫切的来祷告。主啊，主啊，求你不要掩面不看。主啊，求你伸手来医治，求你伸手来搭救。哈利路亚，主啊，帮助我们不灰心的祷告，帮助我们情思迫切的祷告。哈利路亚，帮助我们这样继续的信靠你。哈利路亚，西利亚拉巴西利亚拉巴巴西利亚拉巴舍勒拉斯克西利亚的拉巴舍克塞亚拉巴塞。何时人的拉玛西给你要发命医治我们，主，你要发命医治我们。哈利路亚，叫你的百姓脱离死亡，脱离恐惧。哦，亚巴西给你要拉巴巴巴巴巴巴色可惜亚拉巴塞勒是人的拉玛苏格罗亚巴西给你要拉巴塞勒
在圣经里面，我最喜欢每一次我看见这个经文，这句话都非常打动我的心，就是耶稣医好了一切凡来到他面前的人。耶稣医好了一切凡来到他面前的人，你知道耶稣的医治，那些来到耶稣面前的人不一定都很有信心，有的人可能只是听说，有的人只是想说我来试试看好了。可是耶稣的怜悯，耶稣他不轻看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不管是重病或者是也许 人不以为然的疾病，可是对你来讲是严重的，神都没有轻看。主那样的温柔，我觉得从这句话里面我看见耶稣的温柔，他的怜悯，他的体贴，他的爱，他眷顾我们，他眷顾他的百姓。弟兄姐妹，神怜悯的心肠要照在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幽谷里的人。今天晚上你的软弱神知道，你的泪水神把它收着，你的无助神给你加添力量。今天晚上我们不是独自一个人，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今天晚上我看见神伸出他的手来，神好像在邀请我们，你是不是愿意也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中？你是不是愿意这样子来信靠我，让我带领你前面的道路？我给你十字架，可是十字架也让你得着我。我相信今天晚上神的爱在这个时刻，我觉得神怜悯的爱就要更多的来充满，好不好？让我们就是这样花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来领受神的爱。耶稣医好了一切凡来到他面前的，不论是外在的疾病，是内在的疾病，是家庭的疾病，神来医治。这个时刻神拉着你的手，神按手在你的身上，神用油膏了你的头，使你福杯满溢。当神按手在你身上，说的是神要一直加添，加添那个福分，加添那个福气，是医治的福气，是供应的福气，是喜乐的福气，是智慧的福气。今天晚上让我们这样信靠神，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仰望他，亲近他，耶稣的同在，耶稣的自己。哦，就在这个时刻，就在这个时刻，就这样子让耶稣，让耶稣，让耶稣来触摸你，让圣灵的水流缓缓地从你的头直到你的脚，从头到脚里里外外，我们全人每一个细胞都被神的灵恩膏，都被神的灵来充满。西拉巴索克西里亚拉巴塞克，西里亚纳拉玛霍拉卡巴索克，伊里亚拉玛索克沙亚拉巴塞德，拉卡波索克西里耶勒，
like you. Il y a la sauvée, il y a la basse et la nalle, na kasu kushi yale, kiri kai tai sai tai kai pai sai tai fisti ti like you so ti.No la Sophia la fi, no cositi a la Sophia ti kai ti. 当你更多掏空自己，当你更多掏空自己，当你更多放下你的自己，你会经历我的同在，你会经历我的恩典。当你更多的掏空自己，我就在你的旁边，我是你的依靠，我从没放下你一个人，我一直与你同在，我是你的父，我是你的神。当你抬头仰望我，你要看见恩典为你预备。当你抬头看见，当你抬头，你会看见恩典，恩典为你预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吧，让我们为着神的恩典，我们再一次的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西呀啦巴西里耶里呀啦巴索啦啦啦里呀嘎巴西耶的 ，like so cozy 呀啦巴西里耶的，那个 so life 呀啦巴西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亚拉巴西亚那拉巴塞内，我的阿爸，我的救主，我亲爱的耶稣，我亲爱的耶稣，西亚那拉巴西哟呼拉卡巴塞基里亚拉巴西内内。我所呼的阿拉巴索，耶稣耶稣，主我爱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这一生当中最大的福气，就是耶稣爱你。可是还有一个很大的福气，就是我们可以爱耶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爱耶稣，你要知道这是很大的福气。神在等候他的儿女起来寻求他，起来爱他，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你听见吗？神在呼召我们来，来，那个听见的要来，那个渴慕的要来，那个破碎的要来，那个生病的要来，那个无助的要来，来，来到我这里。神要供应我们，神要帮助我们，神要把满满的爱都给我们。所以我们在神的爱中，我们可以好好的成长，好好的跟随主，不论高山低谷，因为神的同在，因为神给我们的恩惠。我们这个人，我们觉得我们就满足了，我们很满足，因为在我们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那是神的自己所要赐给我们的。所以让我们唱这首诗歌好不好？我们跟主说，主我愿意，主我愿意爱你，可是我不会爱你，我不知道怎么样可以爱你，更多的明白你，你帮助我，主你帮助我，让我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让我更多的爱你。因为你
我的生命能如此独特，分别为生，因为你我有永恒生命在我心，一生为你，你所赐的一切远超过这个世界，我的意义在于你，一生过愿为你献上我心，全然为你高举双手，恳求我的主来充满我，呼召我必定会跟随，我心全然为你，因有我主你赐爱与恩典，不离开我。因为你我的生命能如此独特，分别为圣，因为你我有永恒生命在我心，一生为你，你所赐的一切远超过这个世界，我的意义在于你，一生我愿为你献上我心，全然为你高举双手，恳求我的主来充满我，呼召我必定会跟随，我心全然为你，因有我主你赐爱与恩典，不离开我，一生我愿为你献上我心，全然为你高举双手，恳求我的主来充满我，呼召我必定会跟随，我心全然为你，因有我主你赐爱与恩典，不离开我，一生我愿为你献上我心，全然为你高举双手，恳求我主来充满我，呼召我必定会跟随，
心全然为你，引诱我主，你赐爱与恩典，不离开我，你的同在，你的大能，主我全然相信。全然相服于你，你的同在，你的大能，主我全然相服于你。愿你吸引我，终要快跑跟随你。哦，主啊，愿你吸引我们，要快跑跟随你。拉巴拉巴西亚拉巴西里亚拉巴西里耶勒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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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巴西勒勒，西里耶克勒亚巴拉巴巴巴拉巴西勒勒勒，西里亚拉索。Life in the sun,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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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un, hallelujah, hallelujah, 你的坛上要常常有火点着，你的祷告不要停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这样火热的来爱耶稣，圣灵像火一样，今天晚上这样来点燃我们的心。哦，苏克沙拉巴塞雷，来比苏马拉巴西里亚拉巴沙拉拉拉拉拉拉里亚嘎巴巴拉嘎巴塞雷雷，那个苏克西里亚的那里亚斯贝格，那个苏克西里亚那那塞雷，来给。耶稣，主啊，那圣灵的火，耶稣，圣灵的火，哦，圣灵的火，卡巴萨拉拉拉，雅各巴巴巴里奥托波斯拉拉，来基里亚拉巴塞给火热我，主求你火热我们的心，哈利路亚。主啊，圣灵的火点燃在我们的里面，神啊，神啊，求你焚烧我们里面所有的悲情下品，神啊，神啊，神啊，我们呼求你，哦，沙拉巴巴巴巴巴巴，沙拉拉巴塞雷，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阿爸。亚巴拉巴西里亚克斯克谢耶勒阿巴亚巴西里亚拉巴那斯克里亚拉巴谢勒，求你来焚烧，求你来焚烧，卡巴西里亚拉巴西里亚拉巴谢勒勒，你阿萨玛拉西亚拉萨拉斯蒂亚拉巴谢耶勒勒，来克里亚索克西克里亚达拉拉里亚卡巴谢勒那斯。圣灵的火，亚巴拉。
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诱惑，一下子就把我们给吸引走了。魔鬼用钱财，用爱情，用事业，用这个世界很多花花绿绿的事情，享乐、淫乱，好像很多的这样的事情吸引人的心。有的时候，基督徒一不小心，像罗德一样，好像当他渐渐地挪移他的帐篷，当他慢慢地把他的脚步更多地靠近一点点，一开始可能不是那么明显，可是渐渐一点点更靠近世界，再一点点再靠近世界一点， 再多一点点，在他没有想到的时候，他的心就给世界淹没了。我们也是这样，仇敌无所不用其极，要吸引我们的心。弟兄姐妹，你知道那天摩西看见荆棘被火烧，可是却没有烧毁。我们就像那个荆棘一样，魔鬼他不时地向我们来浇那个冷水，让我们没有办法爱耶稣，让我们对耶稣失望。我们觉得耶稣，你不照顾我，你都没有听我的祷告，你还让我生病。我们里面有埋怨，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渐渐的离神就越来越远了。那个是魔鬼在我们后面一直给我们浇冷水，可是站在我们后方却有一位天使，我们的神，他自己不断地浇圣灵的膏油在我们的身上，圣灵的膏油不断地膏抹我们，使我们身上的火光永不熄灭，就像那个被火焚烧的荆棘，焚而不毁。我们怎么样可以经历焚而不毁的生命？在你的周围，你就需要圣灵的火这样来围绕你，保护你。所以我们像荆棘一样，我们是也许是人所不重看的。你知道荆棘是没有什么用的，就是拿来烧的，可是神看你那么宝贵，神要用圣灵的火这样来环绕你，保护你。今天晚上应该说，这些日子有的人你不时的就掉到那个幽闷里面，你的心没有火，你的心其实很冰冷。有的时候不自觉的，虽然你的思想告诉你我还是要相信耶稣，耶稣应该是对的，可是有的时候理智是这样说，可是你的情感过不去。不要幽闷，诗人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这个话原文的意思是，他是我脸上的帮助。让我们来仰望神。如果这些日子真的有什么事情让你困住了，让你的心里觉得有点冰冷，好不好？你来信靠神。就在这个时刻，我们再一次祷告，主啊，你帮助我，让我来仰望你。主耶稣，我不要选择失望。主耶稣，虽然仇敌用各样的方法浇我冷水，让我没有办法好好信靠你，可是圣灵的火，求你再来焚烧，火热我，让我可以对你有信心，继续走我前面的道路。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主啊。主，我们没有一个人天生都是火热的，
我们太容易因为一些事情我们就跌倒失望，可是神他会搀扶我们，神会帮助我们，圣灵的火焚烧我们，所以带来保护，带来引导，也带来医治，好不好？这个时刻让我们为自己祷告，求神再次的帮助我们，挪去我身上所有的忧闷。主啊，我要更多信靠你，我拒绝一切的忧闷在我的身上。神啊，神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我要这样来信靠你。哈利路亚，基利利利利亚，拉巴巴巴巴巴拉嘎巴西利亚拉拉，巴西拉利亚西利亚，拉拉拉拉巴巴巴拉嘎巴尤嘎巴巴西利亚拉拉拉巴西拉拉拉，你西利亚拉拉拉拉拉巴巴西利亚拉拉拉拉巴西拉拉拉拉拉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仇敌不能够将最软弱的小羊从神的手中夺去。仇敌无法将最软弱的小羊从神的手中夺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抬头仰望神的慈爱，让我们抬头仰望神的信实。我们的神他没有改变，我奉耶稣的名，斥责命令一切的消极，一切的灰心沮丧，要离开你的身上，要起来。起来，抬头仰望你的神，信靠你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要坚定的来拒绝从仇敌来的攻击，哈利路亚，西格利亚拉巴，西格利亚拉巴，谢拉拉利亚嘎巴，西格利亚拉巴塞，神啊，我们感谢你，神啊，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哦，西格利亚拉巴巴巴巴巴，西格利亚拉巴，西格利亚拉巴塞格。哈利路亚，今天晚上我相信神要将你的哀哭都变成跳舞。你是主的羊，主认得你的声音。当你痛苦的时候，不要忘记继续祷告，要倾听神的声音。你的牧人，你的主，他认得你的声音。主说，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无论在什么情况，呼求主名，相信主，继续相信主，继续走前面的道路。不论摆在你前面是大山小山，是石头或者是鸿沟，你都可以不需要害怕，相信神，让神带领你走你人生的道路。 Amen。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出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他的羊儿认得他声音，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
随主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他的羊儿认得他声音，他的羊儿认得他声音。